不，在佛经之读音。不，自古文通，否，自上古音不武。古诗，日出东南鱼行，使君谢罗夫，呼一，还可共载不，不武。罗夫前致辞，孙武，使君亦贺于，歌舞。使君自有父，罗夫自有夫，呼一。临岸鱼当独若无。一 GI 五摩不舞切歌舞与夫不夫也。夫不夫本同摩韵，正自通，不改音符，夜夫鱼非是。又与披同。书大告尔披客远省。马荣作布。秦祖除文不显大神巫贤。秦何中明不显皇祖。与诗周颂不显不成同。不显不成由书云披显披成也。http 冒号双斜线 dic.tigubon.org 不用一段金刚经示范不自读诵音韵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环能作是念我得须陀环果不不五须菩提言不不五也世尊何以故须陀环名为入流而魔所入不 put 四 tilde 八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环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不五须菩提言不不五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亦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不五须菩提言不不五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不五来而实无不不五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不五须菩提言不不五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得无证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 put 四 tilde 八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 put 四 tilde 八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魔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进一步汉字音韵方面请参考下面网址资料http 冒号双斜线 www.news100.com.tw 敬送教旗王根春敬上 PS
小弟 LINE 账号 Rodron， 此段金刚经读诵应用 LINE 录音，请加我赖我再分享，感谢。2019年4月8日下午9点43分，感恩王教授的辛苦教导，后学是南华大学宗教所毕业的。Underscore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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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语汉文辅助系统 Web 版网路版网址 http://dic.taiguban.org台湾语汉文辅助系统 Web 版，学台语注音，轻松掌握唐诗宋词汉文音韵，附 MP3 发音 PDF for video karaoke 字幕吟唱资料，平水韵注音说明 2017-0418 资料库 Release Note 查单字No 汉字台罗音类无首里注音平水韵注音等红系平水韵反切下字韵399步 Put 四通一入声六月古文韵会正韵 不POOE 没 But 八切不入声Put 四不然也不可也未也李岑子问藏隐至于更日有时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又周礼下官服不是长养猛兽而叫扰之注服不服之兽者考证李岑子问藏隐至于更日日有时之仅照原文省下日字荀子复论篇仅照原书省论字注为小人所鄙也仅按原文无此注改为所不为小人所鄙也四百不 Put 四通三入声无误又广韵韵会分 H on 一物 but 八切 H UT 四与服同今无音皆然401不 hear 耳闻耳三赏声25有赏声25有韵会辅呼二九 q 二切音否 h 二与可否知否通说文鸟飞上翔不下来也从一亦由天也象形402不 h 一文三三下平11游又广韵辅呼二纠 q 一切集韵韵会正韵方 h on 一纠 q 一切音符 piu 五音近夫五 pi ph 夫不也亦作归否尔雅是鸟其归否书陆基云今小鸠也一名鸠幽州人或谓高居梁宋贤谓之追扬州人亦然又未定之词也陶潜师谓之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H I U E 又姓晋书及郡人不准按正字通云不幸之不转注古音音标 PIUE
403补 Heo 三文四三去生26有玉篇府呼二父 Heo 七切广运府呼二就 Heo 三切否去生府呼三一同 Heo 二404补呼一古三上平其余正运方轰一无不拉丁五切呼一与府通花二夫也诗小雅恶不削削正兼成华者恶也不当作府正桥曰不向恶地行与夫通陆基诗书辅作夫树西补王师白华将夫唐诗红恶清夫皆因之右华不住山民在济南城东北左传成二年晋阙客栈于安其师败绩逐之三州华不住福称其迹引至于基福经不与师恶不知不同李白诗资山河俊秀彩翠如芙蓉盖因华夫而比拟之胡传独不如卜非又古诗日出东南鱼行使君谢罗夫还可共载不罗夫前致辞使君亦贺于使君自有父罗夫自有夫临岸于当独若无疑 GI 五摩不五切歌五与夫不夫也夫不夫本同摩运正自通不改音符业夫于非是又与批同书大告尔批客远省马荣作布秦祖楚文不显大神巫贤秦何中明不显皇祖与诗周颂不显不成同不显不成由书云批显批成也405补 PIU1 文四三下平十一游又广运府呼二秋 Q1 切吉运运会正运方 H On 一秋 Q1 切音符 H IU1 夫不也亦作归否尔雅是鸟其归否书陆基云今小鸠也一名鸠幽州人或谓高居梁宋贤谓之追扬州人亦然又未定之词也陶潜诗谓之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H IU1 又信晋书及郡人不准按正字通云不信之不转注古音音标 PIU1 406补 PI2 古二三赏声四指运补夜补 POO2 美白六切音笔 PI2 荀子复篇然一之而至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所不为小人所鄙也正自通不自在入身者方应各书或独不入身或独卑入身司马光切运图定为不 POO1
古 cut 四切 put 四经北方读如邦 pong 一 pu fu 一切 poo 一虽入声转平，其意则异也。查单字，学台语注音，轻松掌握唐诗宋词汉文音韵，附 MP3 发音。PDF for video karaoke 字幕吟唱资料。平水韵注音说明 ,2017-0418 资料库 Release Note。台语汉文辅助系统 Windows XP 斜线7年8月10日版本下载安装 http://tinyurl.com/homebun/sys-dle1 一查汉字于单个汉字栏输入汉字后加可查该字之文读音台语白话音上古音等之台罗拼音语五首里台文注音与该汉字各音韵之字义二切音辅助将反切上下字音韵拼音标出再以简便之汉文拼音反切法即可知该汉字音韵三文章转拼音将唐诗古文文章拷贝贴入即可转出文读音台语白话音上古音四编稿注音为诗词文章注音台罗拼音兼是注音与输出图档网路古典诗词雅集检视主题漫谈台语演化及未来台语古典之妥演讲录音分享 HTM http://www.poetries.org/phpbb2 网路古典诗词雅集优质古典诗词创作发表区跳到内容进阶搜寻讨论区首页诗词创作发表诗词小讲堂变更字体大小问答集注册登入漫谈台语演化及未来台语古典之妥演讲录音分享版主午夜壮哉发表回复五篇文章第一页共一页漫谈台语演化及未来台语古典之妥演讲录音分享文章由善哉2013年10月13日1点37分 PM 漫谈台语演化及未来台语古典之妥演讲录音分享无法出席来到正切磋台语古典之妥之朋友可以听此录音兼参阅讲稿。讲稿 ,download 网址 http://tinyurl.com/taiju2/5 演讲大纲已准备一括台语汉诗与唐诗现场吟唱分享。前言在地缘起。一达官楼即是连句有序淡水红楼1916年台湾汉诗连句五首。二由大窟湖有影巴黎奔岭山路台湾汉诗四首。配合康熙字典教导查询身份字音韵参一年三月汉字音韵反切法简介。一台语词汇之古典。一问翁三算将唐寒山子禅师。二全唐诗比对北京话国语斜线普通话与台语词。今日昨日
明日是台语斜线客语斜线粤语用法是汉文化语言习惯。今天、昨天、明天非是汉文化语言习惯，应比对所有全唐诗每此种用词。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全文搜索可查看看今天斜线明天斜线昨天和古汉语今日斜线明日斜线昨日比比看。古汉语粤语斜线台语斜线客语斜线台山话保留非常多，反倒是普通话习惯用今天斜线明天斜线昨天是全唐诗所没有的词汇。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全文搜索可查看看今天斜线明天斜线昨天和古汉语今日斜线明日斜线昨日比比看。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全文搜索请进下面网址，进入后搜索范围之第三栏点选全唐诗，然后字词斜线词典项目搜索栏填入欲查询的字词。今天斜线明天斜线昨天和古汉语今日斜线明日斜线昨日其中一词汇后按搜索按钮比比看。http://text.org 全唐诗比对，唐朝诗人以台语用词为多，国语非汉语是。唐朝诗人多用今日斜线明日斜线昨日，不用国语的今天斜线明天斜线昨天。Few topic PHP F 等于6 NT 等于26554。教育部及文化部应立即将古文诗词汉赋恢复台语读册运教学。台语对谈中，文音与白话音约各占约 50%。 三、鸟鼠 Niao 二 TSHU 二台语之古老。四、图系词台语之古老。五、阿姆东汉已有记载。二、古典诗与台语之契合。一、诗之押韵与台语。二、唐诗平仄格律规则精要。学写汉诗七言绝句斜线律诗之基础。三、台语演化与未来。以台湾语汉文中古汉语音韵溯源。一年一月立马窦罗马拼音简介。一年二月台湾语汉文音韵拼音方法初探。一年三月汉字音韵反切法简介。一年四月佛经典西坛字留下追溯中古汉韵之线索。玄奘的五种不翻理论。一年五月日本汉字探寻汉字唐音。一年六月台语白话音上古汉语之书面线索。二近代明清与民国台湾语汉文之演化。二年一月明朝灭元为何须颁布洪武正韵以南京音为基础。二年二月清朝满族对汉语之影响，民国将此影响扩至全汉的。二年三月民国来台湾语言之破坏性文化革命。三、台湾语言文化复兴运动之建言。四、附录演讲录音 http://chirp.it/7f68p7 达观楼即是连句有序讲解与吟唱 MP34 分10秒处使阴阳关三叠王维
宋元二使西安。MP 三十七分四十五秒处开始引李商隐夜雨寄北与达官楼集市联句。演讲录音二台语八声调说明。http 冒号双斜线 chirp 点 it 斜线 sh pen 配合讲稿 page 十七斜线 p 十八斜线 p 十九台湾与汉文音韵拼音方法初探与 page 十二与 page 十三台语八声调说明演讲录音三台语古典之妥台语拼音八声调与切音 http 冒号双斜线 chirp 点 it 斜线 n8f0ac 配合讲稿 page 12与 page 13与 page 17台湾与汉文音韵拼音方法初探到 page 22汉字音韵反切法简介演讲录音四台语古典之妥由大窟胡有影讲解与吟唱 http 冒号双斜线 chirp 点 it 斜线 8jkfen 演讲录音五台语古典之妥台语词汇之古典讲解与几首唐诗吟唱MP34 分45秒处诗句内有今日昨日几首唐诗吟唱 http 冒号双斜线 chirp 点 it 斜线 mbbkh7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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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罗马拼音法自马窦罗马拼音始至今有多种拼音系统目前以教育部闽南语台语拼音方案为最普遍运用台湾闽南语台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册详细请 download 下面 PDFHTTP 冒号双斜线 www.edu.tw 斜线 file upload 斜线3677连字号15601斜线 documents 斜线 twilshare.pdf 汉文拼音基本练习台语小常识台语声母符号教育部罗马字拼音声母 P PH, B4 帽仔的 B, TH, TH, N, L, K, TS, TSH 等字音基本练习 https://www.youtube.com 台语韵母符号教育部罗马字拼音 A 呀 OOO E E M N 加 M N 鼻化音 A I OM an n in on n in on 的母音基本练习 https://www.youtube.com 更加激励自用教育部台语拼音供参考以一东二东三江励自说明康熙字典之音切http 冒号双斜线 www.tpps.org.tw 斜线 forum 斜线 for 1777 and extra 等于 page 3% d1 上平三江一韵境外转第三开合图表论其音韵http 冒号双斜线 www.tpps.org.tw 斜线 forum 斜线 for 1768 and extra 等于 page 3% d1 上平四支配合韵境例字说明康熙字典之音切拼音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tpps.org.tw/forum/4 1987 and extra 等于 page 3% 第一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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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音分辨八音或者平声调以五位平仄上去入接仄之引音教材台语声调与平仄上去入声调之对照井号声调名称说明井号一清音平声调如北京话的第一声如清 TSH 音一音 IM 一京 King 一井号二清音上声调类似北京话的第三声如总T.S. on 二九 K.I.U. 二井号三清音去声调类似北京话的第四声比井号七清音去声调重音如笑 H.O. 三井号四清音入低而短促入声韵比井号八音短促且声调低如意X 色 sex 井号五浊阳平声调如北京话的第二声如阳 im 五晴 king 五井号六浊阳上声调类似井号七而被误归于井号七中如句 q 六就 q 六上Sin 六在 TSAI 六井号七浊阳去声调类似北京话第四声但声音较高调且比井号三清音去声调清音如笑 HO 七井号八浊阳入低而短促入声韵比井号四音长些些且声调高于井号四如意 ek 八西 sek 八陶渊明归去来词李春荣先生吟唱汉字格台罗拼音双字幕 YouTube 影音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youtube.com苏东坡前赤壁赴高明城读诵赴卡拉 OK 字幕汉字台罗双字幕 YouTube 影音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youtube.com 柳宗元捕蛇者说高明城读诵汉字格台罗拼音双字幕 YouTube 影音http 冒号双斜线 www.youtube.com 周敦颐爱莲说善哉读诵汉字格台罗拼音双字幕 YouTube 影音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youtube.com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东坡作善哉是银汉字格台罗拼音双字幕 YouTube 影音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youtube.com 唐诗和解卷五台语汉文吟诗集汉字格台罗拼音双字幕 YouTube 影音 few topic php F 等于 6NT 等于 27,081 和散文大师陈观学共读文言文文言文教材丰富古汉雅韵教学影音档
http://chinsenter.fg.tp.edu.tw/取代符号 literat php id 等于 14， 等于。清朝满族后裔金启从谈北京的满族一书。中国普通话，台湾国语，是满族人学讲北京话而出现的语言。金启从先生 1918-2004 北京市人，爱新觉罗氏，清乾隆第八世嫡孙，著名女真学、满学、蒙古学专家，原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满族研究主编。代表作有《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女真文词典》《满族的历史与生活》《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爱新觉罗氏三代阿尔泰学论集》《沈水集》《漠南集》《梅园集》《清代蒙古史札记》《中国摔跤史》等。图档https://www.facebook.com/nature4.183392445 n type 等于三。图档。最后由善哉于2015年3月9日7点44分 AM 编辑，总共编辑了13次。Love Nature, Respect Life 等于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等于。善哉会员文章506，注册时间2003年7月3日12点06分 AM， 来自 Formosa， 回顶端 Re 漫谈台语演化及未来，台语古典之妥演讲录音分享。文章由李凡2013年10月14日12点59分 PM。 谢谢影印的北京满族文字很精彩，亦印证我一直认为是元清的统治造成中原古韵迅速消失的论点。谢谢您。平凡丹药维他命，薄命红颜愿李凡。李凡会员文章5012，注册时间2002年2月26日1点58分 PM， 回顶端 Re 漫谈台语演化及未来，台语古典之妥演讲录音分享。文章由善哉2013年10月15日7点29分 AM。 感谢李凡慈常回复，不读台语保存古汉语韵，粤语斜线台山话斜线客语也是保存古汉语韵非常多的语韵词汇。我们一起加油，莫让胡话汉语、国语斜线北京话斜线普通话在语言上先胡话我们诗词的古典，评上去入音韵传统。台湾语言文化被国民党摧残到比此失之情境严重已丢的。回乡偶书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外五乡音无改鬓毛衰，苏 A 一。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来五。
依据唐韵斜线及韵斜线韵会音韵唐诗吟唱。台语汉文吟唱影片，汉字与拼音声调双字幕 KARAOK 字幕。http 冒号双斜线 youtube.be/QYLVJWF5PAU。 更多唐诗和解卷五唐诗吟唱集傅康熙字典窃音法与台语转调说明。Futopic PHP F 等于 6NT 等于 27,081。最后由善哉于2013年10月15日7:51 AM 编辑，总共编辑了二次。Love Nature, Respect Life 等于等于等于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等于等于等于善哉会员文章506注册时间2003年7月3日12:06 AM 来自 Formosa 回顶端 Re 漫谈台语演化及未来台语古典之妥演讲录音分享文章由善哉2013年10月15日7:31 AM望玉山歌章甫1755-1816康记时吟台湾汉文吟唱 https://www.youtube.com Jake Fabisk 天苍苍海茫茫五峦后沙莲旁半空浮白万岛开张非冰非水非雪非霜老翁认得其面目云是玉山发一光山上宝光山下续万丈青黄万丈长晴云展拓三峰立一峰独耸正中央须臾变幻千万状晶莹磨荡一寻常四十多影三东见如练如瀑如结房骇目惊人不依足其变必圆与归方天苍苍海茫茫五峦后沙莲旁我闻辉山之孕育又闻彩玉出昆冈可求游世人间宝真似此山空瞻望当时有客吃山凿自是雄心豪力强岂知越入越深处归于无何有之乡非冰非水非雪非霜皆乎玉山愿望积曾见我今何幸愿未偿常来愿望亦造化多谢山林不可忘山林归去将谁说依旧囊沙而转香大仆自然天地密未知运毒何处葬且将一片余光好秀来宝贵入石囊张甫1755-1816字文明号半松台湾县台南人1799年岁贡http 冒号双斜线 www.mmtl.gov.tw item 等于238请点下面网址到此相部下众多留言 link 可欣赏更加记的吟诗102年9月22日台湾古典诗词吟唱发表会大部分为台语吟唱 http 冒号双斜线 www.tpps.org.tw 斜线 forum a 等于 page 3d1
台湾百年以上诗社吟唱传统古典诗，于今有以台湾汉文音韵未宗，请大家入内欣赏指教。 Love nature, respect life 等于等于等于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等于等于等于善哉。会员文章506，注册时间2003年7月3日12:06 AM， 来自 Formosa， 回顶端 Re 漫谈台语演化及未来，台语古典之妥演讲录音分享。文章由善哉2014年2月5日12:16 PM。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他的文化，要瓦解他的文化，首先先消灭承载他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希特拉要复兴一个民族，首先振兴他的文化，要振兴他的文化，首先先复兴承载他的语言，要批正这种语言，首先先从咱们 Lan 七的学校里下手。王根春善哉。台湾教育体系三四十年前强迫人人去汉化区胡化的实际情景用电影显现，请看此写实电影片段，体会说台湾话挂狗牌电影片段。http://www.youtube.com。 现在台湾老人家本不会说胡话的国语、普通话，现今都和孙子辈说胡话的国语，传承汉唐的古汉语文化在台湾被压榨至如此田地，谁不伤心？听音分辨台语八音，更可以分辨唐诗平声调以五味平仄上去入阶仄之影音教材。http://www.buddha.com/forum35&st=53d。 要重视文化延续，我们没有圣彼得大教堂，没有文艺复兴发祥地，只有阿爸阿母教咱们平仄分明之台湾古语。图档 https://www.facebook.com/naturerogeron/med.339245N 符号 type 等于3。国中国文课文《田园之秋》，作者陈观学，台语讲座国中国文文言文剖集，请进入下面 URL click 点选，可看原始图档听 MP3 声音。入内有55则国中课文台语雅韵读诵。http://tiger.org/index/files/highschool.htm 陈观学台语讲座国中国文课文《田园之秋》，作者的网站。http://tiger.org 陈观学台语讲座讨论区。http://tiger.org/forum/index.php 敖星浩力早，台湾河洛人语言文化醒了吗？河洛畔根续元音帮教开，更吹鼓吹韶乐镇兰台，
汉生和洛唐文韵，口口新传有未来。http 冒号双斜线 yasha.com 斜线 tx 斜线 ccb 23 and page 等于50 love nature respect life 等于等于等于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等于等于等于善哉会员文章506注册时间2003年7月3日12:06 AM 来自 Formosa 回顶端显示文章排序发表回复五篇文章第一页共一页回到诗词小讲堂前往谁在线上？正在浏览这个版面的使用者，没有注册会员和六位访客。讨论区首页。管理团队删除所有讨论区 cookies 所有显示的时间为 UTC 加8小时。Powered by PHP BB Registered Forum Software Copyright PHP BB Group 正体中文语系由竹猫星球维护制作